近日，郭晓振在节目中透露，老公凯文欧在他录这期节目的前两天去了部队，但是老公准备了定时邮件，自己每天十点都能收到，真的吓到了，像电影一样，怎么有这么会搞惊喜的人啊？姐姐好幸福啊！예약이메일을만들어놓고갔어요어그래서매일이메일이와요10시에 깜짝놀랐어요무슨영화처럼매일매일이때이메일이올거야이렇게이메일이왔는데아니이런이벤트를잘한사람이었나했어요그래서아침10시마다이메일이와요어웬일이야예약이메일도제가보기엔한3일전부터하루종일그래서저는뭐 자사전쓰고가는거야막이렇게물어봤었거든요